之前就最喜欢去日本疯狂吃海鲜，可惜有排都冇得去啊。其实留港期间都可以上网订日本海鲜，仲估唔到咁抵食啊！买够500蚊就可以免运费。呢次买咗6款海鲜，呢4款最抵食，特大半壳凡纳贝3只120蚊，贝肉好饱满，包装袋有北海道出品嘅认证。刺身全壳活蚝10只180蚊，嚟自港岛，蚝味好浓。刺身级嘅沙甸鱼2条48蚊，嚟自北海道，每条大概有15cm 长。除咗做刺身，亦都可以用气炸锅煮。原隻花少蟹248蚊，每隻大约有500克，嚟自北海道以北嘅海域。师傅仲教埋大家拆蟹，先打开蟹盖，抽出蟹掩，哇，好好彩，好多膏啊！将蟹身分成两边，记得要剪走啲内脏喎。将蟹身分半，然后蟹壳亦都分半，记得蟹刺要向外啊！将所有脚起壳之后，咁就方便食啦。